家里有老公的一定要试试这个韭菜炒腰花，一口气扒湿喽，气都不来喘一口。新鲜的猪腰子先去掉腰骚，先斜刀45度，深度2/3，厚度3毫米左右，再反过来直刀竖切，深度3/4，厚度3毫米左右。这是最简单方便的腰花切法，喜欢的记得收藏保存哦。切好的腰花加一点高度白酒，抓拌均匀，去除腥味，再用清水清洗一下，再把水分控干，放点胡椒粉和淀粉抓拌均匀，千万不要放料酒，要不然粉上不稳。再放点熟油，等会炒的时候更容易炒得散。准备点韭菜切成段，再调一个料汁，一勺生抽，少许老抽，适量蚝油，一丢丢盐和胡椒粉，半勺陈醋，再来点水淀粉搅拌均匀备用。起锅加一勺油，油烧到冒烟，再倒入腰花，开大火快速发散，再放入姜蒜小米辣，炒出香味，倒入切好的韭菜和调好的料汁，开大火翻炒1分钟即可出锅装盘。这样做的韭菜炒腰花鲜香脆嫩，学会了你老公都夸你是大厨。